嗨，我是张醋醋，今天又是霍霍草莓的一天，想想就开心。先做个最近超火的冰点草莓，这个几乎零难度，而且味道也100%正宗。草莓一定要用多多的白糖杀出水分，这样才会更甜。然后放入锅中煮开，再倒入容器中冰镇一下，带点冰沙的口感会更棒，真的真的绝了。我快吃完了才想起来没拍照片，所以我又偷偷做了一份。剩下的草莓还能做个草莓酸奶球，最近大家都在做山楂酸奶球，但我不太喜欢吃山楂糕，实在太酸了，所以我换成了草莓糕。酸奶球的做法你们应该很熟悉了吧，就是奶粉加酸奶，然后和和匀就 OK 了。把小圆球按扁，在中间塞入切好的草莓糕，最后裹一层奶粉，当个茶余饭后小零食还是很不错的。上周有个男生私信我说，自己的女朋友很喜欢吃小零食，尤其是草莓的，让我教他做几个，所以今天就安排啦。悄悄告诉你，把做好的吃的放进纸袋里会比塑料袋更显心意哦。